汀罗、芝加哥，晚上喝的是杨梅酒。嗨，大家晚上好啊！现在是晚上9点，快9点钟。然后晚上喝的是杨梅酒，是去年的，放了好久啊，颜色都变了，本来是红色的，为什么会变颜色呢？口感好像更好了，也是56度的白酒做的。这个芝加哥我经常吃的，我真的太喜欢了，吃不腻啊。还有这个丁螺也超好吃，有网友说这个丁螺吃不好啊，不能吃啊。但是我没办法控制啊，太好吃了。你前天吃的吗？一样的这两个菜，我今天又吃了。就是太好吃的，我就会去想它，不吃受不了啊！我现在脑子没有人让我可想，我只能想吃的。网友留言说叫我一个人不要买醉哦。我通常大部分是。喝酒是为了吃菜，知道吗？你们说，特别是夏天，满街都是在外面路边都是喝酒的，他们都在买醉吗？这个应该都是不会喝酒人说的话的。如果我喝酒没菜，我也喝不下。最重要好像。喜欢吃的菜，喝点酒，感觉就更好。所以说，不会喝酒的人不懂。说着，喝差不多喝完了，拍视频，我拍视频就是最大目的就是跟你们聊天，因为我真的很窄，基本上是没朋友的，所以说我的粉丝就是我的朋友，我就开着视频跟你们聊聊天，所以说我的视频拍视频质量也不是很好，你们能坚持看完。我真的也挺开心的，谢谢哦。那好了，拜拜。